家好，我是老师，今个弄的不当，今天收入500块，走吧，打道回府。到家了，到家了啊！乖，你可真冷啊！回家，回家，冷。爹，那谁人到哎？老板，高兴的，干的事高兴的，咱们事也咱得高兴的。又出啥香了又？你吃饭没？我吃完了。谁家吧，谁家吧，谁家吧，做了饭吃，谁家吧，谁家吧，傻笑了，谁家吧？看这是一阵一阵的，还没吃饭呢，坐这吃的吧。今个弄个米面吃，炖两包，一包不够吃的。这打来鸡蛋，下来青菜，洗一脸，哎，当一天了，脸上当了一回。是的，你咋不接个管子呀？这有下水道的。是管咱这水管，管冲厕所。嗯，你真会想点子。吃饭吃饭，回来打打鸡蛋，下点米呀，一吃可带饱。是的，今个干的啥活啊？上午往市区送一趟货，下午又往沈阳送一台家电，上午200块，下午300块。咱弄点辣椒酱，再放点醋，砂锅米线，得意不得意？是咱今个咋回来那么晚？可别提了，今个干个差逼事。咋回事？迷路了。咋还管迷路啊？送完上午的货都1点多了，2点多开始往沈阳送的。往沈阳走着走着，碰见三大路口走迷了。不是有导航吗？我想到不是走熟的路了吗？导航要我掉头，我一直给他打别。那你可行，给导航打别。是他今个净收入500吗？哪里也落不了。嗯，上午跑一趟市区，下午跑一趟沈阳，60公里，最多烧150万油呗。